主料：毛血150克，辅料：麻油、蒜末、香醋、料酒、生抽、姜末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毛蟹用刷子刷洗干净，捞起滤水，生姜与蒜头剁成末备用。把洗净的毛蟹装盘，撒上蒜末和姜末，蒸锅里加水烧开，把装盘后的毛蟹置于蒸锅上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到20分钟。揭开盖子，毛蟹壳呈鲜黄色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螃蟹本身味道就很鲜，不用再加盐、鸡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